这谁按了？哎，让我看看看。哎，拿过来看看看看。嘿，扎挺好看。拿个还给我。哎，哎呀，我看这谁啊？你女儿？你管着吗？哎，是吗？你女儿？不是。哎呀，我看，别，我猜，猜一下啊。嫂子，不是，拿过来。哎，听到没？哎，小三是不是？拿过来。爱不爱他？你知道什么叫小三啊？小三就是你情人。我数到三啊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快看，看什么？你看下面那个女骗子，好像是啊，骗子，女骗子，别跑！你就不能等船靠了岸，离他近点再喊吗？拿着行李追！老师好苦啊！老师知道，给你包一颗糖放在嘴里就不苦了啊。你为什么要跑啊？不把你们带到这儿来，你们是不会相信我的。我跟我男朋友都是曙光小学的老师，他是教美术的，这些孩子都是孤儿，比起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，他们更可怜。我们答应了孩子们，等春天来的时候带他们去看油菜花，去写生，然后我和我男朋友去给孩子们买油菜买花吧。回来的路上出车祸，我男朋友走了，我的脸也毁了。那个孩子他特别可怜，他得的是先天性视网膜脱落，就算做了手术，眼睛复明的几率也只有四成。后来我跟我男朋友约好，等治好了他的眼睛，我们就结婚。我特别想把他眼睛治好，我特别想带他去看。我觉得我应该撑下去，
为了小东应该撑下去，但是我实在是撑不住了。那天我碰见你们的时候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，孩子就躺在手术台上，医院也等到极限。相信我是对的，因为我就是个骗子。我这辈子做的唯一的一件错事，我骗了你。但是那张身份证是真的。老文，你们是我恩人，谢谢。我所有的现金都在这儿了，把他的身份证拿来。跟叔叔说再见。叔叔再见。现在我兜里只剩4块钱了，想办法找个银行帮我提点钱。有银行吗？这边。哎，老板。嗯，你看。干嘛这是？再走，看看。一等奖面包车。二等奖笔记本电脑，三等奖什么彩色电视机。哎，老板，你4块钱呢？小马，拿上买彩票。哎，行了，走吧，没这狗屎运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不就4块钱的事儿吗？试试呗。阿姨，听见了没有？拿去。来，哎，有一张我自己买。哎，老板，中奖了！真的，中奖了。没有，我骗你、啊、神经病。哎，走吧，你去那找银行取钱吧。走吧。我中了。傻，你别骗我了，阳不阳才中奖？真的，我中了大奖，面包车。